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在地的意见说明会哈？就是说有一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旭康哦，旭康下山子寮渔电共生专区计划哦，那现在要送审核，那审核呢？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叫做环境与社会检核的工作，那这个工作里面，环境与社会检核里面有一个社会调查，那就包含了这个在地的意见收集会。哦，那之前在这个收集会之前哈，其实我们已经有到地方上啊，跟里长、里长还有一些我们的在地的乡亲哈，有一些拜访过，也有做一些访谈。哦，那今天呢是一个为了要说更多人可以参与哦，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公开的场合，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很谢谢大家哦，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那第一个，我们现在呢，知道了，我们今天来开会的目的是提供意见嘛，今天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解决大家的问题，这一点请各位乡亲先谅解，因为今天是意见的收集会，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解决，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意见写进今天的这一个报告里面。第一项，迄、那个伫108水乡饲养所渔电共生的部分吼，这个部分按针对吼较有争议的部分是粪池的部分啦，大家知粪池啦。一般业界认为讲吼，粪池啊，你氮啊、含乙啊，你大足万，这嘛是地方的渔民所一直提出来的疑问啦。真个黄先生讲，108水乡饲养所实验报告讲吼，含四成无影响到生长啦吼。但是这个部分，我有针对伊的资料来做一个评估啦吼。伊108的成果亮点发表会是十分提啦吼，伊的成长啦吼是九个月啦吼，是100斤啦，100斤。按咱分鱼啊饲的时间吼是八个月，一般养一批鱼八个月是40斤哦，伊饲九个月是100斤，所以根本无达到伊的体型上市的规格。这台报告一个可能资料部分吼，那需要这里帮助顶个人问话，咱去可以找吼，即个做评估吼。你大家看卖一下吼，这是108伊有针对这个迄、那个伫大溪做实验吼，这我嘛有提异议出来。迄天我连大拄到迄个水产试验所的总所的所长陈金如，他也自己说108的饲的粪也是真正饲了真无好。伊在讲的哦，真正饲了真无好，跟业界部落做比较，所以108有重新设计。即届伫阮伫个八月有去参访伊个水产饲养所，今年饲料确实有较好一出来，但是报告还袂出来，阿嘛要等伊出来摆，即个量来报告。第二个讲，即卖即个案场已经57家粪已经建有10家饲养，其他47家是拢拍荒个。安尼办个渔业，即20年来面对个问题，毋是饲袂起来，饲饲饲个物件吼，无人买，销袂出，袂趁钱。会赚钱有，毋是无，但毕竟少。蚵仔养一塘，粪鱼养一塘，虾仔嘛养一塘，这三项是饲会起上钱通啊赚。但是其他个沙巴拉、鲈鱼、石斑，即个物件拢饲会起是无人买，是袂赚钱个，是大家报告一下吼。所以可能即个咨询个部分，可能是请黄先生吼，先了解一下是啥物状况吼。啊，第三项就是讲吼，按即个黄先生有针对讲吼，要 AI 智慧人工养殖吼，其实按看嘛，一个 AI 人工智慧养殖吼，我今年有申请一个案子出来啦，就是由台市政府、由台市补助安尼去二次移民啦吼。迄、那个 AI 智慧养殖一套是135,000啦，那伊即个案子看起来差不多爱50只猪啦吼，恁也逐个猪安排放一粒迄个 AI 智慧是爱总所爱开到700万啦。这个部分哦 ，AI 智慧养殖真的可以收到大数据，但是今麦有一个足大的问题，这些数据上来看误差是足大的。迄天讲迄个高海大学老师郑安参，伊嘛讲今麦的迄个 AI 智慧养殖伊的监控哦，伊误差收过大，所以要做一个准则哦，还搁有足大的改，搁有足大的当迄个改善的空间。好，今麦再来报告一下吼，因为这有。针对这专家学者来去做一个讨论啦吼，啊，迄个第四项，其实吼，阮这两天啊，伫地方参与这个渔电共生这个议题啦吼，顶面的长官一直讲，俺这老渔民，这20多个老渔民，拢不思长进，拢无要想讲人工智慧养殖，拢无要长大，拢无要处理大数据。其实，以阮海埔地，我伫个三个月前有做一个调查，阮海埔地有130户养一户。
内面有几项思想做出来，嘛有新大，嘛有新大，嘛有台大，嘛有平科大，嘛有高海大，嘛有差不多有这15岁。所以你啊看，有130户，嘛有15岁是相关的养殖人员出来。伊伫业界已经做10单、20单，拢有这个年终哦，拢有这年度的，是因伊无要改变原来养殖方法，其实是有人咧饲，但是饲。第一点就是迄、那个伊个成本太高，第二点伊效果走袂出，吼、哦，是针对即马是针对前头迄个黄先生，我伊所讲个，我提出四项无同款个迄个迄、那个电价，大家分享一下，吼、哦，感谢。你刚刚啦，刚刚咱太阳能板吼、哦，因为这火炉上过电啦，所以一路阻隔啊 ，TV 炉一路阻隔尔啦，比较条件啦，上面叫做清净家园啊，绿色家园啊。我若出门看到太阳能板，我袂起笑。啊，即阵阮恁财团咧创个咧资源，啊叫阮来遮上课，听恁讲遐有诶袂？好，以上。政电是政府诶政策，所以呢，读个紧别开走，紧撞啦，哦，先撞先有赢啦，哦，因为20%诶电是要安尼政府要来取代安尼。叫核能发电的哈，那我今仔日为什么要来讲这个代志？这个案推了了的时阵吼，大家拢摕上冷的所在吼来种电呐。啊，这样呐，因为遐的成本俗，所以呢，有钱人财团买了几百公顷的、20-30公顷的，但是安尼乡亲哦，安尼渔民。连一口温暖都买袂起，安尼渔电共生的先行区，什么叫先行区？无适合种电的所在，那无适合来许饲鱼的，无竞争力的，安尼较先来规划落种电，啊，遮若种无够，按较过来检讨大家，内底有一个重要讲。遮无适合用这个来做安尼种电的先行区，啊，然后同时来促进来种电，吼、哦，莫互人毁掉温啊，毁掉农地落去种电，因为迄是粮食，迄是稀产品，迄是生产地，啊，来找迄个无适合，啊，甲咱的乡亲报告，按照个下山子段。安静呢？静电的先行区渔电共生呢？安尼海边7个将军北门没有先行区，什么叫没有先行区？因为伊唔是完全无适合竞争，要来拥挤的，嘛唔是拥挤无竞争啦。所以呢，这就是先走做前的案。今仔日倒转来要补，互俺看听看嘛，就是安尼，因为走做前嘛，走做前说他倒转来要听俺的乡亲的意见，哎，安尼有了解啦吼。先行区的进开始的进行，啊，伊则是要来补，无敢做环境人文的整合机制，进来补这个因素。啊，对了哈、哦，是我们不是顾问公司，我们是环境规划协会，是 NGO， 所以 NGO 其实就是希望政府想要推光电，大家都愿意支持，但是要做得好，所以我们很支持现在想要发展一个环境与社会结合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跳下来试试看。那我们主张它要排在提案的时候，提案前就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在环境跟社会的检核发现，像大家比如说不支持有很合理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不能申这个申请的程序上面就有机会可以合理的不能够通过，或者是可以通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去没有的一个机制。那所以很欢迎大家现场告诉我们，或者是私下如果还有其他的想法或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全部都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分析下来。我们也绝对会在积极出去的前面，就把相关的结果拿回到里长或者是代表或者是宗庙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大家知道，大家如果不满意或者有意见，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这是我们的基础，就是。
立场，基本的立场，大家绝对不要担心说今天我们这个程序过了啦，然后审查过了，这个案子就一定通过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环设检核就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讨论，所以大家在这个空间下不要太激动，然后大家也就放松一点，就是讲你们心里话会非常欢迎。因为我的台语讲的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还是用中文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做整个现场光电，它以后会大概长的样子。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基础，这座基础会在温池的土壤下面，之后只有这个柱头会长出来。这个是为了要架太阳光电的钢构，这个部分会浮出水面。好，那在路面上呢，我们的道路像五米路的部分会做夯实或是做 PC 路面，好，两侧会去做加固。加固的部分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 HDPE， 就是有点类似塑胶的材质，或者是用水泥喷浆的方式去把它做加固。哦，那路面上的光电结构都会架高，是为了要让作业的车辆能够通行。哦，这个是为了考量我们到时候要做收鱼，就是一些作业的时候要做的。那在池里浅池的部分，这些立柱的结构彼此之间会做相连，哦，去控制它的沉降是同时的，不要让它容易倾斜毁坏，这样影响到余温作业也不好。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八米的主道主通道，就是余温中间这一条，哦，一样，它会做加固，哦，夯实的部分。那上面我们就是在两侧架结构出来，哦，跟着我们在浅池里面的结构，这是浅池的结构。啊，深池的部分，因为这边洪鸿朗先生会做一些鱼类的混养，哦，会做鱼类的混养。所以这边我们在一般的养殖池，我们不铺太阳能板，我们只有在文革养殖池会去铺太阳能板。哦，一样，这个就是在道路的旁边边坡的结构设计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边坡固体的部分，有 HDPE 布的一个结构说明。大概简单，我们会用这些结构来做温体的加固啦，然后一些设计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工程目前都还在讨论中，哦，我们也会跟乡亲，也会跟工程公司，都会在讨论怎么样子对县里的影响最小，哦，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来信任我们来做届时的工程。那有意见也欢迎乡亲提出来讨论啊，这个样子。好，哦，谢谢。你讲说用清水洗，我讲哦，遐咱的挡风玻璃，遐清洁剂唔得拢袂下。啊！而且厂商，我顶爱为着成本用水洗嘛，用水洗嘛对，但是效果较歹。啊，阮会当保证讲，你这个时间将来的景观，你拄只讲哪里？啊，我着台南市、台南县、台南县安全啊，保护也要出面，要安要哪里？我讲你要得几种，我拢来保障加高。这迄有发挥啥啊？所以这个哦，其实我们乡亲对这个生态的物种。无做了解，我是希望讲，你重点爱将我讲，恁遮做出来，对阮的养殖、对阮的生活、对阮的景观，啊，时间过程，遮的噪音，加遮的交通的妨害，加遮的影响阮将来，这边遮，洗遮水落来，会污染阮环境啊！我嘛袂当讲的，我家己本身嘛做地油啦，我嘛是唔敢在谈这个。我逐工看袂，看迄边，我迄边以后免看。啊，甲讲我讲，毋是有啥物相共。后生老侪多久就好了，啊，你看几拢光电板，我看久就多一感觉来来在遐看，感觉在往外边啊。我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并毋是先人的阶段。阮是施工单位，阮对这个环境的维持，甲环境应该要注意的物件。包括咱企业用一个部分，阮无专业，所以阮只委托因迄个专业的环境评估的部门吼，来甲阮指导，来甲阮辅导。今仔日就是要收集咱大家乡亲的意见，啊，看这意见进来了后，因会互阮指导，互阮辅导，阮要安那来执行中要安来回应，讲咱即马乡亲提出来的问题。时间当中，尊重咱在地这边者，如果有一挂时代好，一挂少年仔要转来讲，我这就有一个工课他做。啊，做完了后，是不是讲咱伫时间当中会以咱当地这边者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工作的需求，
咱这边遮拢会当来互相来搭合，就是讲一个工作伫遮，咱会尽量莫造成咱乡亲的影响。咱唔敢讲百分之百完全无影响，但是一定把影响降低到上低吼。太阳板这物件的部分吼，因为我说明会可能嘛，包括花莲、彰化遐，阮拢有办过，这拢是共同咱乡亲的一个意见。那么遮个太阳板以后二十年以后回收，唔是阮讲的准数，这是足大的议题。转台湾用起来以后是规刷平的太阳板，所以政府伫这个部分嘛，一定在辅导业者。因为咱进前目前来讲是无足成熟的业者无唔对，但是包括中研院遐拢一定有咧研究啊。以后咱太阳板要做物件，你看下这物件，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拢是咱迄个玻璃。玻璃，迄就是咱一般讲的，咱讲玻璃刷、玻璃刷去做的吼。那有诶较专业的时段，咱用细砂去提供起来，这东西是可以还原的，有机会还原。只是讲目前还原的技术成本太高，爱搁进一步的开发遐个技术。即摆中研院嘛在研究这個，吼、哦。啊，其他就是咱的一寡金属类的物件，伊边啊迄金属类应该放一九十九以上拢会当来回收使用。迄用起不管做拍铁啊，是搁再济洗洗，搁去做其他物件，所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回收率拢会当做，目前嘛会当做，只是讲目前的成本悬，目前的成本较悬。相信伫五年、十年以后，一定会足成熟的，就是讲因的所有业者，咱原来做回收的，这业者会开发出真好的一个设备，用因真低的成本，大量来处理这物件吼。时间的部分吼，相信咱乡亲足侪看到，咱七股家做足侪太阳能，百分之九十拢是拍起啦，拢是拍起啦吼。啊，摩托起来咧震动，震动，所以阮公司这个团队设计团队就是讲，不管咱家里咱的乡里是硬还是坚啦，阮尽量就是不会用拍起来的方式。尽管阮成本较悬少寡，阮嘛不会用拍起来的方式，就是讲。对地方时间当中的震动的影响会降较上低。我那回伫顶山，嘿，顶山就是较早进前，即摆就是做太阳能板啦吼。啊，之前嘛规划拄啊伫顶山的砖头的正边啊，要做太阳能板。结果规个砖头上面拢裂缝啦，对啊。啊，就是交这同款，就是有影伫砖头的正边啊。所以刚刚李总讲的吼，讲距离是感觉的问题，我无啥同意，因为近就是近啊。诶，毋是感觉的问题啦吼。当然，即摆太阳能嘛拢求伫个后壁啦，但是吼，大家爱知太阳能嘛是向南嘛，向南就是直接向砖头啦，这就走袂去啦。干那几乎向南就是吼，所以我毋知讲咱做工程者有敢有法度太阳能板的部分有存救。当然要叫伊向北、向东、向西，拢绝对无啊，因为向南的效率上悬啦，诶。所以咱即摆遮，像有一挂生态保护区吼，我咧听大家安尼讲，听落来，交阮顶所的经验吼，我感觉讲吼，生态保留区可能无够，可能还佫有绿篱，吼，看要安怎阻隔，甚至讲佫有甚物清水公园啊，甚物样个用的吼，哦，咱对遮安尼有互相的一挂互动安尼。啊，第二吼，咱台湾嘛快规划吼，有徛伫山顶的啊吼。我唔知只逐条稳啊，花拢有够宽，宽到我都安尼踩条啊无。啊，若无够宽的，也是夯实力也无够的，我唔知讲遐土要为倒来啦。啊，徛伫水内底吼，我无要拍皮啦吼。啊，我知讲拍皮啦，当然唔是人愿意去拍皮啦，是因为你下头要去饲，啊，所以加减就爱较悬。啊，较悬的时阵。无拍了未知嘛，你个风台去东北方向去升嘛吼，啊，即摆无要拍起来用迄什么发型的安尼，我唔知讲迄感动会条啊。就是我们要去申请这个设计的程序，一定法定上还是要有结构技师来做一个检核吼，所以这个无拍起来这种啊，当然温其荣有迄个连续两次的埋在那个土下面，然后会有柱上来，所以它的概念是。跟打桩的概念是一样，但是它相对对环境也较友善些吧，是讲伊无迄种震动，嘛无讲拍其他拍落去侵破内底，吼，啊伊诶功能是同款的。
啊，另外那个杜家戴老师也有提到说，我们那个在路上面那个宽度到底够不够哈，或是我们要加宽这个土从哪里来？阮做这个工作绝对袂讲袂使过去外口去车道入来，内底土我嘛袂过出去。所以阮伫这个库道内底加吼，我们会有做一个深浅的。你刚有一张图哈，可以看到那个深浅的那个概念。大概稍微补充说一下，我们原本规划就有做那个绿林的部分。那现在我们针对村庄的这一块，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啊，这一整块五公顷，我们是原矿保留，因为我们后来在做环境调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些艳压类的生物在这里。我们的案底大概就是3米到5米，只是它是斜坡，那我们只是做一个加固的作用。我们并没有把它扩大，并没有扩大，我们只把它加固而已。那你可以对照我们现在这边现有的原始执行，跟我们现在做规划的，我们完全没有变动。然后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刚在那个议题会诊团队这边，在简报里面有民众意见先去访问，有提到说，可能对水质未来可能会有影响，或者产量的影响。想问一下，就是公司这边有没有相对应的未来监测？甚至刚刚鸟会有提到，或者是刚刚有提到有一块保留区，因为艳压的关系嘛。那如果之后有一些影响，是势必要有一些规划监测，这是一个。那规划监测相关的经费，或者是后续的延续，公司这边会提供多少的，譬如说设置成本的百分之多少来做后续，不管是生态或社会上面的共存共荣？我非常确定，我们不会用其他的药物。可是呢，说了不算嘛。所以我们现在会未来会委托第三方，我们现在锁定的是学校，由学校或者是某个协会来做20年监测的工作。那甚至我们，因为我们是有做sensor，我们的sensor会公布到云端去。我建议这个环境监测也不能只丢给第三方的什么学术单位啊，在地的居民要有占一部分。其实未来不管是监测，也是需要所谓的监测人员吧。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哈，让公司基本现在好好思考看看，是不是就雇用当地的居民去做监测的部分。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感谢大家留到最后一刻。那我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两个月来的工作的一些想法啦。第一个是说，就是其实我们从非政府的角度在思考环测检核在运用在，就是现在我们政府正在大力推行渔电共生这个政策，环测检核可以怎么样帮忙这个政策去检视这个政策发展到底对不对？就我们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很中性，我们也透过这一个案子，想要知道说到底渔电共生在我们西海岸有没有希望，该怎么做到，审查要怎么审。工作要怎么样好好的做，跟在地的沟通要怎么样好沟通，这我们也都在学。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大家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然后也很期待说，因为其实有时候会议现场人这么多，大家讨论的东西其实也不会很快的可以很充分。那我们有在我们留下来的这个资讯上面提供我们的联络方式，也提供那个旭康公司的联络方式，非常欢迎大家对于这个案子或是对于电动跟这个政策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其实可以跟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沟通。尤其是我们在思考环测检核这个机制的时候，那这个机制刚刚 Jack 会 cue 我说要跟大家介绍，其实这个机制政府有一套他们正在思考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按照刚刚如果陈议员给大家讲，就是他讲的东西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政府的版本现在很忙碌的在思考说，先行区那边因为那边的开发的想法已经非常具体了，那边的机制该怎么做，政府可以主动去做到的准备是哪些。所以很多的环测检核机制在政府方提出来的方法或机制或者是规范是在先行区的。那刚刚 Jack 会说这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旭康的这个在海寮旁边的这个岸场呢，它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送进了渔业署这边，所以这个案子等于是说它其实不是不能按照新改的制度去接，就不需要做渔电供不需要做环测检核，也算是按照我们本来的法规是可以通过的。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蛮推荐蛮鼓励，然后旭康来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合作，然后试试看这个机制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点拼的，在两个月之内
需要很密切的来这边拜访，然后很密切的去尝试把这个方法做出来。那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从民间去做的，所以这个部分它的规范或者是说它的审查什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因为以后才会再想到这个部分。那现在我们纯粹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说大家对于一个开一个鱼电共生的案场，在环境跟社会面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来分析检讨这样。那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会带着大家的意见回去，那我们会尽快的去做一些整理，会把会议记录留下来，那回归给今天有参与的，因为大家没有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一定回到海寮社区这一边，然后也回到各个里长这边，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散发消息。如果各位有兴趣直接得到消息，欢迎在我们的签名本上面留下你的 email 跟你们的名字。那在线上的朋友，或者是说各位听过在现场听过了以后，我们今天是有在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脸书上面去现场直播，这个直播未来可以跟你们的朋友分享，大家一起就是给我们一些指教。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